潘达瓦军武分子劫机事件的南区分局警官吴英雄，这一年来俨然成为正义的化身。而今天更是代表海港城警方拍摄了一支最新的警校招生影片。我年轻，我是警察，你也可以成为大英雄。先前的说法是，徐达夫是在飞机降落之前自己